哎，你好，我是刘思慕。我没有像我父母期待的那样在 Google 找份工作，但是我现在为 Google Pixel 6拍广告，差不多吧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这个广告是用中文拍的？因为这是有史以来最流利的 Pixel 手机。通过实时翻译，这手机可以帮你用超过45种语言跟人谈话。毛毛做指点。Seriously? Can't work like this.